几次的出击都是以失败结束，所以我对你今次出击的申请要作深慎考虑。Yes, sir. 副长，一动不如一静，与其打没把握的仗，不如留下些经费搞陆上治安，这样重实际。现在打海盗好不实际呢？哦，我根据往绩咋，就以前年来讲啦。嗱，你哋连罗山炮个岛喺边都未见过，就被大风吹沉咗啦。啊，呢啲系天时问题噶。咁旧年呢，你哋个话古一定要直捣黄龙，不胜无归路。点知道荡失咗路，去咗孟加拉，个个落到手软脚软翻嚟，咁咪点解释啊？啊，嗰次系地理唔熟，你哋水警打海盗。打晒啲经费，累到我哋陆警两年未加个人工，未出个商量，啲部下怨我，我几难做。呢啲系你哋陆警嘅人和问题，关我哋咩事啊？我系为你好噶咋，总之我反对轻举妄动。我都认为轻举妄动。好啦，如果 set 磅办你真系咁有把握。就直管开做啦！喂，龙哥，上头揾到你好急啊！哦，龙哥，系，喂，啊，借翻我张单等住你攞去签啊！哦，唔该啊。早晨，咁急房里边啊？我领队。现在世界大战要这么多军火，哦，批军火要来打海盗的嘛。你没办法了，香港只是海上才有贼。好，你拿完军火，我们唯有悭皮一点。马七，一生吩咐你伙计练好脚力，捉贼不开枪，跟他赛跑。一生，咁好未啊？其实你哋啲眼界尽啲，一枪可以打死一个海盗，一炮可以打死几廿个，又使乜申请咁多军火啊？戚 Sir， 如果你唔批准一句捞咪得咯，使乜讲咁多嘢啫？咩话？咁样同上司讲嘢嘅咩？你睇下你个款啊，企喺度都摇摇岌岌，错得大眼鸡多咧。都不知道上司怎样教你的，没眼看啊。你回去先，我签好会交给军械部的了。站在那里，你应该庆幸你不是我的部下。出去。Yes, sir。顺便阿妈，叫你阿妈唔使担心，过两日就翻嚟噶啦。记得带水泡喎。我瞓觉都揽住佢噶。哎，使乜依依不舍啫，趁早啲。喂，搵唔搵到海盗都未知道啊，你哋使乜惊啫？我八字六二啊，夹住我哋噶，要攞啲士气出嚟，唔好衰俾人睇。喂，龙哥。班兄弟到齐啊！阿龙哥啊，系咪真系要出发？系啊，听晚就出发噶啦，仲未揽埋口面啫。喂，跟住啤酒送人头。哎呀，唔该晒。哎，做到头都晕晒。似乎啦，呢度啊，哎，过嚟，人人有份啊，都唔迟住嚟啊。坐坐坐，呢个系我女朋友朱女。跟住。坐啊坐啊！咦，佢哋庆祝咩啊？佢哋打海盗，希
听日就出发，惊住唔饮冇得饮啦。我攞杯牛奶俾你饮啊！唔好教坏人，我同你攞杯啤酒。要大杯嘅吓。呢两年我哋未出过商粮，未加过人工，就系俾呢班食塞米攞晒啲经费打开度啦。最弊佢哋班人去咗两次，连罗三炮个影都未见过啊！大家系自己人，关心到。我睇佢哋啊，连个岛喺东喺西都未知啊！听闻出发好生事，大宝去埋单。吓，埋单啊！喂，沙皮狗，听讲你听日翻乡下喎？系啊，你乡下喺边度啊？广州咯。而家都开到咁猖狂，千祈唔好搭船啊！喂，咁点翻啊？咁啊，行路上广州啦。咁你哋陆上治安好好咩？多事。各位各位，讲起水上嘅治安呢，我哋都非常惭愧。呢，我有阿叔啊，最近由乡下落嚟，我去接佢，佢话唔使喎。你阿叔系猛嘅喎，佢点嚟啊？佢话听声啊，就知啦。如果有人卖老婆饼啊，啊，到咗元朗啊，如果闻到烧鹅味。梗系到心井啦，如果听见 B B 声咧 ，B B 喎，香港啦，冇错啦，细路仔咧识唱啦，一二三四 A B C D， 大头六二捉人唔到啊，吹 B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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 吹 B B， 捉人唔到啊，吹吹 B B， 捉人唔到啊，吹 B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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Thank you.
他人。我都全部得罪啦！麻烦你真系唔好意思，咩唔好意思啊？我喺度，我都打埋一份啦。嗰班沙漠傻劲，我都唔知想喐佢哋几耐嘅。睇咩啊？收队。Scott Forrest， forward march， left， left， right， left， left， left。
南洋船嚟，我会安排你走。你跟咗我咁耐，我唔会难为你。我而家有客件，你翻出去先。陈生，最近差馆揾得你好急，冇咩事，唔好周围去啊。你哋嘅消息，我哋先至可以喺翻水警出发之前揸沉佢哋嘅船。其实益咗佢哋就真。如果喺海上揸沉佢哋，我谂佢哋而家仲游紧水啊。呢啲要多谢你啦。咁又唔使咁客气。讲起上嚟，我哋公司嘅船喺海上咁安全，都系得三爷照顾。我多谢三爷先啱。你咁讲就好啦。三爷上嚟帮多一个忙，要一百支呢啲快枪。算是我们帮你买的。三爷叫到我一定做到。初九兄，这件事包在我身上。拜托了，告辞。好，不送了。老板啊，是警枪来的，但拿成百支怎么找啊？这嚿猪头棍我怎么都要啃的，问题是叫哪个去做啊？找长生。不行，长衫太珠宝，揾卓一飞啊！卓一飞，卓一飞好贵喎，贵买贵买啫，做完佢都唔知道有冇命收钱。你食咩啊？食西啊！我几时打过西啊？你问下两位啊！你哋打一盘啊，西一早打咗噶啦，傻佬。咁点啊？炸碗赔钱咯，系咯，赔钱啦。诶，我唔打啦，好闲啫。诶，侯家，争只脚啊，我嚟。马夫，嚟，系嘛？边个？等阵啊，二叔啊，听听佢啊。兰亭表一个$30，系边个？名贵金表一个$100。你吓死啦！唔系呢张，$40,000。好，你食糊都冇用，有照有做。12张，啊，包到我，打到人12张都有噶，8铜啊！好，睇咩啊？对唔住啊，飞哥，喂，好牌啦，叔叔，咁易自摸咩？$20,000都够胆打？我冇打过$20,000噃。你冇打$20,000，明明睇住你打噶啦。嗱，你哋话系咪啊？唔系，佢打5铜嘛，好呃你噶。嗱，系咪啊？唔系咯，除非你发誓啊。好，我发誓。嗱，各位听住，我冯某人发誓，我打嘅5铜，如果我打$20,000嘅，我会手指烂。系5铜啊嘛。系。算你啊。鸡婆。系鸡婆啫。你好嘢，好嘢咧，捉捉放好两嚿望，食糊，死靓仔你出钱，对唔住，唔使惊，轮到我攞牌。咪走住，你唔见我叫紧呼嘅咩？轮到我摸牌啦！清一色自我委委咁多，唔好阿支阿咗。飞哥，我哋有件事想揾你帮下喎。
你知唔知个字母簿几多钱啊？哎呀！啊，梅飞先生，呢个系我最新提出嘅剿毒 A 计划。呢个 A 计划嘅特点咧，系第一，卖翻多几艘新嘅炮艇。你就系悭翻啖味翻去炒炒啦。啊，我唔会，唔使翻去炒嘅。第二，我哋要招多啲新人。我告訴你們，你們水性打擊隊令我猜出案，我已經決定將他們解散，明日錄屏，由戚方辦指揮。你就同我去捐多些治安經費，打開到的事，我已經叫組甲派人來，你就不要你的事，你立刻在我面前消失。快點換了衣服，為什麼要我們換衣服？有事就跟我們阿頭說。有沒有搞錯啊？要我們穿綠衣？沒搞錯啊，穿這些就行了。沒錯啊，水师解散咗啦。华姐着咩衫啊？一样出粮啫嘛，不过搵条命去打海盗啊！啊，恭喜大家，恭喜大家登陆啊！啊，恭喜大家以后唔使挨风浪啊！咁你呢？我都升咗啦嘛，我而家系治安基金筹募委员会嘅会长。咩会长话？点解你哋仲换衫？仲换？听信，全部换绿衣。呢个系命令，你去见见戚方板。去啊！老板，我而家嚟报道。你系水警沙展马如龙啊？我而家仲边有水警啊？你喺水警点样我唔理。你而家系陆警，陆警同上司讲嘢只有两个字，一个系 yes， 一个系 no。睇下你个样 ，attention， 咁样系 attention 咩？陆警向上司敬礼。有三弟一叔，头弟、空弟、普叔、啰柚弟，由鼻尖以下系冇嘢阻住嘅。我而家问你，系咪二一三马如龙？讲啊 ，Yes sir。你系咪朱锦春？答我 ，No sir。咁啊几好。不过你嚟得啱啦，佢系沙展马如龙，呢一位系建习方板洪天池。洪方板喺学校成绩非常好，以后佢就带住你班水警队员成立一个陆警特别行动组。冇事啦，翻出去，翻嚟。咁快就唔记得陆警点样敬礼啦咩 ？Yes sir。呢次大镬，听日开始你就训练佢哋，想佢嚟听你话。一开始就要俾啲下马威佢哋 ，yes sir。嚟，揸炮揸炮！
惊话你笑系嘛？冇人认咪我认咯。你一个人笑得咁大声嘅咩？我口大啊嘛。你知唔知咁做会受到咩处分啊？我知，个个便笑一千次啊嘛。拉佢嗰边，枪毙。啊那條女好正喎，仲有波有攞天波，那條女好正喎，仲有波有攞天波。Attention， 阿包吞，阿包吞，阿包吞，打半蚊。報告，槍決完畢。不過未開槍，我已經暈咗。救醒佢，等佢洗曬所有嘅線索。嗰條女好正，仲有波有攞添噃。嗰條女好正，仲有波有攞添噃。嗰條女好正，仲有波有。喂，咩事啊？我头先发梦打咗次乌一巴。喂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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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怕你們喝湯喝得多，所以叫你們起身集體安寮。殺點。Yes sir。 跟你們去安完寮之後就解散。Yes sir。 Left turn。 預備安寮啊，衝啊。我們特別行動組做什麼都要快，這麼簡單的事十秒鐘什麼都夠了。預備开始。先答覆你啊！不過唔好考慮咁耐啊，越快越好啊！
幾個記住啊，未揾到長山之前，千祈唔好輕舉妄動，唔好當我哋未見過斯文人。你哋守喺度，走。要入嚟查，你哋等阵啊！Hey, what's the matter? Oh, here's in this group's private club. Our members are rich and famous. You can find anyone here. 如果你哋唔识英文，可以翻译。呢度人非富则贵，冇咩好查。So, excuse me. 你哋可以走啊！算我哋入去饮杯酒得啩？诶，饮酒？你一个月搵几钱啊？打烂只杯，惊你赔唔起喎。喺度，喺度啊！冇乜行动，唔关我事啊。佢想通水，自己冚冚声啫嘛。好在啲嘢唔系我打烂啫，如果唔系都要点赔？你知唔知道我老细系边个？我唔需知道啊，我净系知道我舌头婆系边个啫。好。你哋一眼睇晒，查完之后送人。想乜都睇晒啦，楼上系经理室。喂，入得去噶。你都吃得和米多了，你們這班香港垃圾在齊度，不用我逐個找啊。我現在告你殺人走私反動，我現在告多你一條罪，侮辱警察，這張就拘捕你。現在你知犯什麼罪了？You two damn fools have to compensate us everything we lose. You understand? When you speak Chinese, you don't know. This is the only choice.由你兩個爛蛋負責。你讲，我哋接咗线报，
通缉犯长衫喺度出现。咁而家咧，走上上边。混账！你擅入私人地方，仲话窝藏罪犯。小帮办，你睇下你啲手下将我地方搞成点？杀咗你点做嘢啊？阿慈唔识都值得原谅，话晒佢都系奸贼，但系你唔应该唔识。舅父，唔关你事。沙展，快啲向周 Sir 道歉。道歉？我哋有咩错啊？佢哋窝藏罪犯，佢哋仲袭警，点解要我道歉啊？小帮办，我会向回飞先生投诉，你纵容你嘅手下毁坏我名誉。企喺度，我要证明俾你睇，我冇毁谤佢。我而家命令你向周 Sir 道歉。你知唔知违抗上级命令嘅后果啊？本来我唔知，而家我知。而家我唔系你下属，唔需要听你命令。你敢擅离职守？伤天害理的事，多谢你知得咁清楚，唔通你想食夹滚？唉，喺香港地你只可以做四种人：有钱佬我想做做唔到，穷人已经太多我亦都唔想做，差人又唔要我。你话我唔做贼可以做咩？诶，我一系有你啲咁嘅朋友啊，做贼都要做个好贼。咁啱呢单买卖双方都冇个好人，到时你为民除害，我话就地取材。我预咗你嘅，喺边度？后人喺刘家湾。系喎，Everything's in order then. Here are your rifles. Thank you. 哎，搬啲嘢上去。Yes.
Thanks, I'll be leaving now. Thank you. Thank you. Captain, we better save him. Help! Come on. Help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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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不知劫槍好大罪的，一起令勾結開路，撕埋軍火起家，殘殺幹部何罪？ 议论当斩，敲去罪污云斩首。 Here to see me, 万岁，何来污蚊？ 这个嘛，岂不是便宜了他？ 再赴通宫打碎了。 打！ 枪嚟噶，可大可小噶。放心啦，我打个五千块俾孙中山用嚟起义，咁好未啊？总算冇帮错你。喂，啲咩嚟啊？呢个记号只有你知我知。如果穿帮嘅话咧，就系两个破砸死仔，唔系你就系我噶啦。 钱呢？嗱，钱喺度啦，批货啦。我又唔系三岁细路仔嚟，啲枪会摆喺度嘅咩？啱数啦，批货喺边啊？啲枪我摆咗喺大木牌度，等到天光，我带你哋去攞。 咁多大木必碌系啊，好易揾啫，讲到木啊，我掟咗块红布喺度噶，你一就系嗰个，哇，碌都系红布啊，边碌啲系啊，徐阿飞，究竟边碌系坚噶？我谂要逐碌反转睇下，做碌粉，我警告你啊，徐阿飞，唔好整识整对啊，佢唔系对你唔客气啊，唔好粗手粗脚，哎，咩啊？ 我知你哋打打下实会咁噶啦，呢单嘢你冚唔落嘅。我抢飞系咁嘅人咩？如果你唔讲出嚟嘅，即刻要你喂鱼。密集人等全部行开，呢度封锁晒。 老二入边啦，老二叫埋六二嚟，好嘢嘅唔系我，你哋喺度做咩啊？哦，我系卖木嘅，佢话个老豆就钉，叫我嚟同佢拣翻嚿靓木，你知啦，而家拣定都啱噶啦。喂，呢碌唔错啊，你都几孝顺，不过呢度啊冚唪唥封锁晒，第一只眼啦。哦，系咁唔阻你啦吓，再见，系咁先啦吓。 咁多老二喺度，而家点啊？佢飞唔到去边嘅，一离开呢度就喐佢。系，我哋走啦。报告，已经封锁晒啦。阿卢话冇红布嗰碌就系啦，搵啦 ，Yes sir。 枪唔系积帮品攞去卖俾啲海盗嘅咩？唔系啊，系政府问应该借噶。是非仔，求女。如果今次阿爸同差馆揾翻啲枪，都系全靠你咋。喂，啊？你点知俾枪收埋喺嗰度啊？点知？咪偷听嘅咯。
我仲俾佢哋发现咗添啊！咁点啊？我俾十几人围住我。咁不过佢哋边系我手脚啊？我一拳一脚一脚三个打到最后，剩翻个死皮仔拦住我去路。我同佢一路打，打到第36招，我用一招擒拿手捉住佢。我同佢讲话，如果呢批枪落喺海盗手上，又唔知有几多人遭殃。系啊，所以俾我感动咗佢，讲出啲枪喺大木牌度。阿龙，你真系好嘢嘅啫，死靓仔！我以为出埋我有好多招数，原来只系射一弹咋。总之我胜你啊！啊，喂你，我转你雪仗。靓仔，见唔见个肥仔？肥仔，你走咗去嗰边啊！你估你唔讲我出嚟，我就感激你啊！喂，我明明听到嗰把声啊！佢喺里边，你好嘢！借你啊！喂，其实你哋唔应该追我啊！嗰啲枪俾呢个僆仔晒尾住啦！走啦！入去啊！喂，
点算啊？你除咗啲衫先啦。除衫做咩啊？叫你除就除啦。做咩啫？做咩啊？爹哋同蜜糖帮你，大家分嚟拆。翻差馆报道噶啦，吓放咗我啊！放你，而家差馆刀削落蟹咁，个个取消休假，去搵个批室，搵翻噶啦，搵翻咩啊？你知道咩啊？快啲讲啊！哦，搵翻嗰啲失踪少女啊嘛！哼，女你又识搵，第二啲又唔识搵，翻去！我哋唔好行呢个方向啊！我啲副妈业所有几百人，通常都系我话去边就去边。呢啲蚂蚁啊，我驮咗三四年噶啦，通常都系啊，我话甩就甩，借嚟用用啦，捉住佢！吹乜嘢啊？悭翻啖气招人啊！开锁啊！好啊好啊！喂喂，做乜事啊？做乜事啊？Hey!
今次有救啦。唉，戚方品，哈哈，戚方品，乜咁啱啊？又喺度见到你啊！捉住佢，偷食政府财物，侮辱长官。系啊系啊，我仲不小心驾驶引致他人受伤啊！你锁我啦。锁你咪锁你，锁佢。锁啦锁啦，前面弥敦道发生严重交通意外。嗰单嘢咪我做噶啦，系我做噶啊！搵啲人睇下，睇下有冇人受伤。环女，环女啊，咪话做阿叔嘅环你啊！你睇下你个样子，性寒体痛，仲唔翻去？翻去啊！走啦，龙哥，我走啦。飞哥，飞哥走啦。哦，再见，再见。喂，肥仔，我觉得你好面熟喎。我块面冇俾鬼出六个，又点会熟噶？你把声我倒似听过。我老豆啊，姓呢把声听过未啊？后生仔唔好咁招啫，招啫唔算犯法咧。嗯，我唔记得我哋仲有二赛啊。佢老啊豆就系姓肥仔，多谢呢个水母啦。唔使啊，系佢啊，捉住佢。快点捉住肥仔！仲系呢条劈炮妻佬吞咗我嚟批枪，我差啲唔记得呢啲锁你话开就开噶啦，当我唔会伤两次嘅。啊！郑方敏，放开我啊！郑方敏，郑方敏啊！你锁我翻去啦！傻机，你锁我啦！傻机，我系警官嚟噶。
快啲，我即刻搵人救你。我包机攞份个钱出嚟啊！唔使啦。There's no need to worry, sir. Those junks appear to be harmless. But there are pirates in these waters, so you'd better be on your guard. Yes, sir.海棍小将礼座就可以统情水情肃情海道，点知连佢都被海道捞咗去，而家我都唔知点收货。我提议迅速挑选啲识得游水嘅陆警，成立一支陆警海战队，封锁海面，唔准船只来往。咁啊点通噶？我哋做船运噶，靠水食水。如果三个月都唔开船噶，罗山炮消唔消灭到都未知，我哋啊实俾你哋消灭晒啦。除了封锁海面之外，仲有冇其他好办法啊？唔好忘记，海龟少将仲喺海盗手上，我哋当务之急系救人。如果海龟少将有冇西瓜豆腐，我执定把符翻做假就得啦。冬瓜，咁嚟西瓜又好，冬瓜又好，今日叫你嚟唔系交中文，快啲谂下有冇更好嘅方法啦。周三先生，好啊。你哋继续谂办法，我要见个人，对唔住咁多位。
海盗老人无非为咗钱啫，我可以动用治安机禁组赎禁，但系就缺乏一个中间人。我发觉只有你哋公司嘅船从来未俾佢哋劫货，所以你就系最适合嘅人选。你明白我嘅意思噶啦？梅飞先生真系爽快，为政府做一啲事一直都系我嘅愿望。不过最近我有几个手足俾你啲伙计拉咗啊！好闲啫，我可以即刻叫人放晒佢哋。每年英女王受婚，我都好羡慕嗰啲有份嘅人。哦，呢样嘢我可以为你安排一下嘅。多谢，饮杯。饮杯。有时为咗航路安全，我嘅人的确会同海盗有啲非正式嘅接触，但系做中间人，我一定要亲自走一趟。我想约100支新式嘅快枪作为见罗三炮嘅见面礼。如果可以搞到海军少将，呢样嘢我可以考虑。你考虑清楚先答复我啦，唔阻你太多时间，我先走先。呢件事我会尽快答复你，再见。请回。请。拜拜。你是谁？我是水警沙子马玉龙。不过在你心目中早就没了水警突击队了。你在这做什么？礼物好好被劫，我以为水警可以重组，我希望入来听到一些好消息，谁知我听到的是一宗卑鄙无耻的交易。你不知道那么多东西，我只是为海军少将安全着想。为什么不说为你自己的位置着想？以前香港那么多人被海盗捉了，你们香港政府有没有出过一个先救他们？ Shut up! You shut up! 保安基金是石邦版辛辛苦苦筹回来，是香港人捐出来做船打海盗的，你为了自己的补助善用公款做赎金，你怎对得住香港人？你身为治安官员，一个跟海盗勾结的人，你不但不拉他，还被荷兰水盖叫他向海盗求情，司徒婆怎叫你维持治安的？明知老虎会食人，你还会养肥他？你知不知道罗三炮拿了批枪会劫到我们几多船，捉到我们几多人？你只是懂得玩孤党，你知不知道有几多孤儿寡妇踎在码头等他们回来断罪？你是不是想他们变成亡夫石？你以为我不想叔衬着海盗吗？你以为我一出世就偷班行的吗？王家蓝在冤水又交不到军火，你叫我找什么跟海盗打？不可以力敌，我们可以自取的。我不信凭我们人力智慧不可以打得罗三炮救出海军少将。你有没有办法呢？没没，大家想想吧，这么快打定输数，那还有什么好讲的？这件事我交给你，你想个好办法。哦，咁就照我意思去做噶啦喎。你去啦。Yes sir。小心啲啊！阿婆。Sir， 多谢你哋嘅捐款啦。拜拜。咦，阿爸，你睇下，睇下嗰支旗。赶佢走，走！而家
有冇事啦？唔该晒，周生。乜你识我嘅咩？喺香港地，边个唔识周生你？你去边度啊？我送你一程。哦，我去买鱼蛋粉啫嘛。买鱼蛋粉系嘛？阿等啊，老板，同小姐买几碗鱼蛋粉翻嚟啊。系。呢度风大，上车等。我去接。估唔到周生斯文有礼，对女仔仲咁细心添。睇人嘅啫，好似小姐你咁靓嘅女仔，阎罗王都要扮小生。哦，喂，快啲！做咩？我见佢先猛喐，以为咁好想象力做咩啊？架车喐到反咗都唔关你事，闩门闩门闩门！你咁好想象力做乜嘢？话你啫嘛。喂，揸住啊！我要屙尿啊！松手啲啊！哇，阿楼咁啊！舒服晒，快啲啦！算命噶，叫你开船，好似查家宅咁，你究竟去唔去啊？啱冇错，请上船啦！呢啲礼物都系我要带去噶，我会叫人搬噶啦。翻嚟等消息，起饭。顺手发财，一言为定。
家姓周嘅嚟咗，佢嗰边。永宁，罗岛主，哈，估唔到一个贼头喺斯文人口中变成岛主喎、啊，有贼，文明不如见面，不敢，素养岛主，啊，如果唔嫌生海，我排行第三。三爷，我行年三十五，风吹日晒，个样系残啲噶啦。三哥，老弟，唔怪之得你捞到风生水起啦，全靠三哥一直以嚟对我嘅船另眼相看，所以我非常感激。劫船喎、啊，你估搭船啊？我要揾条命嚟搏噶喎。况且你每年使人送咁多嘢嚟俾我，劫少几只啫嘛。呢啲系三哥想要嗰批枪。哦，啲酒系送俾班兄弟饮嘅。因为我哋保护不周，令到你初九兄，该死唔使命。老弟，唔好将呢件事摆心度。江家啲嘢嚟噶，吓唔系啲嘢，周老弟点会亲自送嚟啊？其实我今次嚟系受咗香港政府委托做一件事。咩叫做香港政府？即系香港嗰边嘅当家。佢唔系叫你嚟将我哋一网打尽啊嘛？三哥，你真系识讲笑噶啦！前几日你哋劫咗只红毛船，督爷想我做中间人，叫你放咗班红毛鬼。呢批枪系送俾三哥你嘅。督爷都几识做人，枪我就要，人就冇得放、啊。三哥，如果你肯放翻啲人质嘅话，我喺督爷面前讲句嘢都大声啲啊！你唔讲咪得啦。三哥，周老弟。今晚子时开始就是我三十五岁大寿，你一定要留喺度饮杯。嘿，一定一定，嗰件事。嗰件事咪就咁话咯。不过三哥，安排地方俾周老弟休息。周生，请。周老弟，岛上嘅小路九曲十三弯，蛇虫鼠蚁又多，冇咩事唔好周围走啊！啊，多谢三哥关照。将你嘢抬入去。周生，请。喂，究竟抬去边啊？佢哋话抬去斩房喎。抬去斩房，同啲贵重嘢摆埋一齐，咪好危烟。斩房系摆咸鱼菜干嘅，库房先至摆啲贵重嘅嘢噶嘛。啲枪同啲咸鱼摆埋一齐，好易生锈噶噃。系喎，系咪抬去库房啊？系啊，叫佢掉头啊！你带路啦，乜你唔识路嘅咩？我前日先调嚟守总堂嘅咋，未去过库房噶。哦，你即系连我系边个都唔知啊？你咪系嗰个点称呼啊？同你仲亲家，问得咁清楚，
台斩同村啊！你咪话啲枪同咸鱼摆埋一齐会生锈嘅，生锈咪出力啲杀咯，吓啦、啊！一斤咁多两杯啊，仲使你讲咩？喺呢度嘅，我哋而家拍好呢个身。接应阿龙。就冇啦，不过有手令。咩手令啊？嗱，哎呀，拉住口令。喇叭离家骑马揾喇嘛，要向喇嘛借喇叭。喇嘛除掉袈裟正中瓜，喇叭嘴巴不说话。喇嘛怎知借喇叭，送他个大南瓜。喇叭含花垂裤放屁屎他，喇嘛不知是喇叭，送他个葫芦瓜。喇叭碌眼张嘴望喇嘛，喇嘛明白了，送他只小青蛙。喇叭起火啦，指着喇嘛问候你阿妈：你啲咩嚟噶？夹口令啊嘛！大王，好似唔啱啊！又错喎！阿次，喂，点会咁噶？起身啦，走啦！要要要，我出力要，搏命要，要到外婆桥。你哋两个成天啲照计划行事，千祈唔好串崩啊！做乜嘢啊？冇，俾啲嘢你哋睇下啫。我。
三哥，周老弟，乜你咁迟嚟噶？罚你一杯。祝三哥红发四海，中华七州。周老弟，嚟。好。周老弟，我谂过啦，班红毛鬼留喺度盏晒米饭，不如送个顺水人情俾你。多谢三哥，再敬三哥一杯。江家是不是在高兴紧啊？你坐久，三十六着走为上着。阿龙而家有难，我咁走咗去，又好唔够义气。炸船之前，我哋翻唔到嚟，就唔使理我哋啦。哎呀，喂，太母啊，我哋呢次去九死一生啊！如果我死咗，你一定要话俾每一个人知，我大口系为咩而死啊！大口，我真系羡慕你有呢个咁嘅机会，能够为国捐躯，唔使羡慕噶。我哋对调啊，你去教阿龙，我去炸船啦。唉，唔使啦，都系各就各位好。你保重啊！喂，你知唔知批枪摆喺边度啊？我知，嚟。喂，阿志。住佢！你俾佢除咗我做咩？行啦！当家，出狗哥，出狗哥，出狗，出狗！当家，你发言真系好啦！当家，祝你年年有今日。好，好，当家，好彩我仲有命翻嚟。周老弟。周先生，东家叫你。边个周老弟？周永明咯，周先生嚟咗。你今日怪我当日冇帮你啦。唔系，我系话我唔肯出面帮你啊嘛。你根本唔够义气，见死不救啊嘛。大家自己人啊嘛。东家佢佢咩啊？唔通周生会扇你咩？三哥，你有得初九闹我啦，我唔会怪佢嘅。东家，我系应该冇面嚟呢度见你哋噶嘛。不过为了送枪给三哥，冇面嚟都要嚟噶嘛！你够胆？够胆嚟呢度啊嘛！初九哥，你中意点处置我就点处置我啦！你只管讲啊！当住三哥面，我死而无怨。你唔系周永玲？冇错，我已经唔系当日嘅周永玲。当家，佢真系唔系周永玲咧。
初九，三哥，初九讲得冇错，你就当周永玲死咗。我洛阳，我冇用，我唔配做周永玲。周老大，唔好叫我周老大，我都话我唔系周永玲啊，我唔系。初九，系搞成咁样，三哥，告辞啦。周老弟，留喺度啦。唔使啦，三哥，你当我冇嚟过啦。哥哥，你当佢哥。弊啦弊啦弊啦。咩事？出边嚟咗好多差人，我哋兄弟就嚟支持唔住啊！各位兄弟，出去接应。老师话：你入嚟做乜嘢？妈妈要求你，我做紧香港幼稚路啦。点解啲差人会嚟呢度噶？哦，李初九，原来系你带啲差人嚟。吓、啊！怪之得你入咗监都可以翻出嚟啦。国家，咪听佢乱讲啊！哎呀！李初九，估唔到你带埋马玉龙嚟。马玉龙做咩噶？佢系香港嘅水警。李初九，唔使惊噶，你已经立咗大功啦，翻过嚟啊！国家，老三炮，你就投降啦。我哋大把差人已经包围晒呢个岛啦。你唔使吓我，你哋香港边有咁多差人啊？系啊系啊，成个岛企满晒差人，企都企唔晒，有啲企埋落海添啊！咁夸张？我唔夸张，惊你唔信啊嘛。李初九，估唔到你咁样对我。我而家讲乜嘢都冇用噶啦，我只有以死嚟表白。耶、！喂，阿龙啊，冇事啊，我哋大镬啊，想办法撇啦，撇得先得噶。你哋冇得走噶啦，我哋准备揸船啦。哥哥，佢哋真系会揸船噶，吓、啊、揸船？喂喂，唔好啊！咁啊。打得罗生炮啦！小威，
三炮，你一啲希望都冇噶，快啲投降啦！你哋打死我罗三炮，我都唔会投降噶啦！太阳而家好似落紧，唔系升紧啦。方向又错，再